胖哥，据我所知，在座的四位优秀的配音演员来头都不小，我头都不小，来的头都不小。对, 对, 对，你看看这一位沈老师，哇，比我差不多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他们都是这个霸屏影视、游戏、是国漫行业当中最红的声音。沈磊，中国金牌配音演员，从业21年，配过大大小小角色数百个。音质冷静，富有立体感，戏路一庄一谐，既是和贵公子，也能演绎顽皮青年，声音塑造形象，深入人心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长留上仙白子画的徒弟了。帕尔德鲁西，没有朕的允许，你不准死，你不准死！我亲眼看到，我永远不要再见到你，永远不要再见到你！王逍遥，我要做天下第一大侠，我要锄强扶弱，我要名留青史。老婆，你可不可以答应我，以后不要再打别人和我了？不行。专挑帅的配哈。小童对这些声音都特别熟啊。又身上又起了鸡皮疙瘩。三这些我都看过、脸都红了，你看，对，脸都红了啊。